我怎么削到啦、啊、哦，三削啊！哎、欸，没有啊。哦，对啊，三削。靠背啊，细。我忘了，他会三削。对。敢这么爽？他嗝屁耶、欸！直接关过去啊，兄弟！还不够力。灌过去，并不同意。不，你不同意没关系，这别不要吵架。你们这刚才一句话出来，我就听了一副就要吵架的样子。我觉得你的观点我并不认同。我靠，你不要，这样很容易吵架、啊，懂吗？就我觉得这样用也不错，这样就好了，知道吗？对啊，要不要 X 是见仁见智啊？靠！然后不要去勉强别人，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，知道？对啊，那一起手势，我就他妈感觉就快吵架了。好，我告诉你啊，来，有人说新租的那个不好之类的，我解释一下、啊、光租自身效益100%其实是错的哦，这我直接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强化服务使增伤幅度 1.5 倍，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当然我也不是说你的说法错了，就是看怎么用、啊、懂吗？强化服务使是 1.5 倍，你知道吗？如果那个 X 是暗腐蚀，还有强化，那会比原本的倍率高哎、欸，对吧、啊、？X， 例如说你可以绿珠或者大量光腐蚀之类的，我觉得就是多一个选项啊，这是还好啊。对啊，看冷吧，你看，消掉 一整片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嗯，消错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
就看你怎么用吧。我就是看你怎么用啊，你会用什么卡牌都好用，你不会用我给你黑金卡你也不会用。当然我指的不是玛雅。天降追 combo， 要看状况，知不知道？好，不要。知道唐三藏就有用了。好，光珠，不是那个，我想你看你 X 哦 ，X 是在这，X 啊，反正这两个应该不是 X 啊，这样比较快。所以你把你的那个什么，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把你那个阿萨布鲁珠啊留在那个位置。他把我吃掉了。啊！动你们说个啥呢？哦，其实。OK。都没说个做你啊！过来，这时候有没有光强化就有用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怕台面上没有攻击珠，所以我说看地方用。知道吗？啊，就是他死掉了，就还是没用到，有没有？看状况，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绝对的啦。就看状况用啊，对啊，看状况用。很多状况嘛，就是手消、近消什么鬼的，你就让他整片都是光珠啊。对啊，闪光补血这也是一个用处。然后我懒得转珠，这也是一个用处。哦，我都不用干嘛，你要我到一吸一直补血就好了。刚好像有人讲什么打王冠一直补血，那个是谁啊？就一样的概念吧。增加抗魔术，要看人吧。像这时候不需要新珠，我是不是 大量光珠就很好解决了？这样懂不懂？这样懂了吗？一波气刷过去。
这个不要削到。先这样，再来。来了，看好了，哦，哈喽，哦。八三哦，当！哪个是我灌过去的？啊？然后在这一关也是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一关你让它产生 X 形柱的时候，你转起来就很好转。你看一次就削掉几颗猪了，几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数哎。啊，就来吧，都不用按，都不用按，它不灵，一次转一大堆点。所以我就看关卡吧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一波气刷过去，八十亿是不是？八十亿是之前还是之后？啊，这边就轻松打了，好了，好了。阿拉 K 哦，我的 OK 了，没问题。